直销中心，但是那哪去甲东港讲先生，请问一下东港渔货直销中心在哪里？我唔知道。啊，你敢知华侨市啊？啊，就伫遐。哦，所以大家习惯嘛是讲华侨市啊，嘿。华侨市啊，内底物件真多，吼。啊，佫有一种较奇怪鱼啊，叫做那个鱼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捌听过无？那个鱼，嘿，迄种鱼啊，就叫做那个鱼。想要叫那个鱼呢？迄种鱼啊，吼，诶。也水分含量很高，啊，一般你若要蒸，也拢会出水，啊，所以有人就混混的去煮，啊，煮好起来是足烧的，啊，去烫着嘴口，人讲啊，你是食啥去烫着，啊，就那个鱼，吼、哦，啊来就变成那个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若去花桥市买那个鱼，就有人甲你问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边买呢是叫做大鹏湾哦，加上头先伊叫做大鱼港茄藤港。啊，用过有一个皇帝来游台湾过啊，什么啦？嘉庆君嘿，嘉庆君游台湾，啊，船啊开到东港遮吼，拄好有日头前个咱的水面吼，真水。啊，金吼，人讲啥，龙心大悦，他很开心吼，啊，所以就甲遮册封号做金大行港。日本人来的时阵，伊敢会插去皇帝讲啥？他不管你，我看伊这边就是一个大堂嘛。所以日本人来的时阵，就做大堂。赚到了。啊，日本人正摆登去啊，原来讲民政府直接说风景又小，伊就希望讲咱来讲民政府会当哪展翅高飞，大鹏展翅，所以我叫大鹏湾哦。啊，那一刻就不会带啦。都还比呢，吼、哦，我当时信心会减少，我现在已经不会了，哈、哦。啊，不过咱除了这个名称以外，咱还有一个名叫做风霞港，咱听过无？哇，咱讲一个风霞，咱会想到啥物呢？叫风霞，风霞对。啊，风霞咱就是庙嘛，吼、哦。